迈步突破是你亦是我，路上突变再多仍路向美望，胜利在那方。自问站了道理的一方，就合着眼勇闯，全赖你可重磅，继续点火，前事徐徐掠过，人面匆匆是一個鐘頭之內，天文台就會掛八號風球。之前已經有冧樹、冧山泥同埋水浸嘅報告，大家要留喺度 stand by， 明天取消休假。如果 Tatula 有啲咩大事發生，又或者有多幾壇冧樹，就算係請咗假或者係 day off， 我哋都要照翻噶。哇，老婆，啲風咁大，啲帆布可能被吹冧曬㗎。哎呀，唔係啦，唔係啦，等我再攞啲沙包同埋繩綁緊啲先得。咁危險，我同你一齊去，我哋去攞翻水鞋同雨褸先嚇。唉，姐姐，八號風球你出嚟做咩啊？我驚啲龍船班有事啊！哎呀，你仲搬住龍船花做咩啫？快啲出去搬啲蘭花啦！搬龍船花，老婆最中意噶，雖然唔值錢，但係最矜貴。你唔好再嚟講啦。唔知啦，我幫你搬一盆蘭花翻嚟㗎啦。其他啲咧，你快啲去搞。如果唔係，佢嬲死你噶。呢一個交俾我，我會幫你睇住佢噶。咁就唔該曬你啦，小姐。哎呀，得你啊，真係好心心。係咯，張榜又唔大喎。你快啲去啦。嗱，你搞掂佢。喂，整完過嚟飲姜茶啦。哦。唔該。啊！點解啲糖水咁辣嘅？呢啲姜茶唔係糖水啊！啊，好辣啊！我唔飲啊！唔得，每人最少飲一碗啊！對你身體好㗎。嘿，你唔識補啊！啲姜茶驅寒去濕啊，吹過風淋過雨，飲多兩碗包你冇感冒啊！嗱，你兩個若果唔飲咧，就我嚟飲。我飲曬之後咧。你哋遲啲有感冒流鼻涕就唔好喊嚇。咁我哋飲啦。瑤瑤啊，你都趁熱飲啦，凍咗冇益噶。得噶啦，我翻房飲啊。飲完之後沖個涼，早啲瞓啦，知唔知啊？辛苦啦。瑤瑤，趁熱飲啦，凍咗冇益噶。哇，姐，好熱啊！我轉頭飲啊。茶咧就要趁熱飲先至有益噶嘛，咁先可以驅寒去濕噶。睇下你淋到成身濕曬啊，陣間嗱攝親就麻煩啦。係啦係啦，我轉頭飲啦。啊，飲碗嘢都要人氹嘅，仲要幫你抹埋個頭，成個細路女咁。嗯，做細路女幾好啊！我中意你幫我抹頭啊。如果今晚有人暗我瞓，咁就好啦。嚇，阿媽都玩係嘛？我講真㗎，好似細個咁樣暗我瞓咯。係咪想我好似阿爸咁搣你面珠燈咧？係咪搣咗你暗我瞓先？係。點啦？係咪有大鑊嘢發生？大鑊又唔算，不過同一時間有五單 TAPI 唔夠人手，所以你 day off 都要急 call 你啊！明白，摸咗包未啊？仲系八号啊？咁我而家即刻翻。啊系啊，编咗你 pass 马 Sir 啊。哦。咁你翻到嚟就打俾佢啦。OK， 唔该。
嗰邊搞掂未啊？仲有好多手尾要跟啊！手腳咁慢㗎，可唔可以快少少啊？你嗰邊咪有熱料咯？我哋呢邊做到踢曬腳啊，點解仲要趕過嚟啊？總之我叫你過嚟你就過嚟，唔好咁多嘢講。This is an order， 係咁。我哋單 order， 只不過係兩車輕微相撞，司機受咗輕傷。我哋搞得掂喎，風大雨大，你仲叫佢哋嚟啊？總之我叫佢過嚟就過嚟，唔好咁多意見啦，好嘛？六十一 console， 艾美道方向东行发生山泥倾泻，请消我们是台湾花莲县警察局，请问你是姚正良和冯代弟的家属吗？我是他们女儿。今天早上，姚正良和冯代弟驾车往农场期间发生交通意外，他们俩被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，已经身亡。余英，余英。啲沙泥會再冧落嚟噶，你咁做好危險噶！我哋警察嚟噶，就算危險，我哋都唔可以唔救人噶。架車根本冇人噶，趴喺度啫，你聽我講啊！有人噶，有人喺車入邊噶。我已經 call 消防啦，我而家要你即刻停手。我爸爸媽媽都係因為沙泥傾瀉，困咗喺車入邊成個鐘都冇人理，我唔會俾佢哋有事噶，我唔可以俾佢哋有事，我唔可以俾佢哋有事。要你冷静啲啊！翻落嚟，翻落嚟，翻落嚟啊！架车冇人嘅，你睇真啲。阿叔，冇事，冇事。我会攞啲证物翻去噶啦，唔该晒。系嘅 ，Sir。有人仔，解封。嗰两个肇事司机已经冇乜大碍，出咗院噶啦。等个风球落咗，我再安排佢哋上嚟录口供。你有带录音笔喺身哦？有啊。我录低我所讲嘅嘢，然之后打份 report 俾我。我知道你唔中意打 report 啊，但系明明今次系瑶瑶同你出去噶嘛，点解你唔揾佢打咧？佢会唔会再清楚啲啊？咁我觉得你打个 report 出嚟顺眼啲啊嘛，得唔得啊？得。你阿 Sir， 我有得 say no 咩？喂，但我真的好多嘢做啊！瑶瑶佢咁得闲，你睇下佢，佢坐咗喺度唔喐好耐噶咯，你咪当俾个机会佢喐下咯。雷电交加，风雨飘摇。你哋头先喺出边，唔系发生咗啲咩嘛？我哋可以发生啲咩？你咁多人问做咩啊？空咁埋，开始啊！心急 call 我嚟，好挂住我啊！你玩啦！你谂唔掂，要我帮手？系啊，我最谂唔掂嘅啦，就系一样自命不凡嘅司马纯，点解可以犯啲咁低级嘅错误咧？做咩？个鼻呢句答有问题咩？好大问题咯！你睇下，我 report 上面写住明明出事嘅咧，系一架日本车。但一睇呢個 break 就知道唔係屬於日本車啦，點解咁都可以犯錯㗎？到底邊個女人咁有影響力，令到你個腦到而家都未能夠回復正常嘅運作啦？你真係想知？嗰個咪就係你咯。又或者咁講啊，
如果真係有呢一個人出現，你覺得以我一個咁理性嘅人，會唔會俾佢影響到？應該唔會啊。所以話呢個世界上最了解我嘅人就係你。你話㗎，我又點會捨得冇咗你呢個咁好嘅 girlfriend 啊？講好聽咯，但有啲人好似從未解釋到點解會犯啲咁低級嘅錯誤咧。你都好少犯啲咁低級嘅錯誤㗎，諗唔到我諗乜？如果我唔係專登去犯啲咁低級嘅錯誤，啊點有機會可以上嚟見到你呢？上次有人喺餐廳走咗之後咧，我哋成個禮拜冇見，好掛住你啊！你啲説話好假喎。Anyway， 我今晚收八點，我想食法國菜。Sure， no problem， 我訂台。我做嘢先。伟业街往骏业街方向零十七，长沙环元洲街往东京街有单 TADO， 请到现场处理。哇！早晨，咁早 call 嚟饮茶，你觉得呢度似酒楼定大排档？都唔系咁早 call 嚟做咩？要睇条尸。尸体发现案谋杀案，应该揾环头重案处理嘅，关我哋 AI 咩事咧 ？Sir， 经过鉴证嘅初步鉴定，死者嘅头部系被硬物撞击致死，而根据伤口破损情况嚟睇，唔排除系俾汽车撞到。早晨，我哋喺附近嘅大厦调查过，喺保安室 control room 嘅闭路电视里面，虽然拍摄唔到事发嘅经过，但系就见到死者曾经一个人行过呢一段路，而喺差唔多同样嘅时间，见到有一架跑车驶过。我怀疑 hit and run。阿星啊，请问死者身高大概几多？六尺二啊 ，Sir。系。幽灵战车定炮弹飞车啊？根据 CCTV 见到，当时就只有死者同埋嗰架跑车喺同一个时间同埋同一个路面出现过。仲有冇第二部 CCTV 可以影到条片啊？呢條片係另外一部近住路口嘅 CCTV 影到嘅，影片好清楚咁樣見到架跑車駛咗入去，但係就見唔到嗰位死者嘅出現。咁即係話事發地點喺呢兩部 CCTV 嘅中間路段。冇錯，但係喺嗰個中間嘅路段冇任何 CCTV 嘅裝置，所以影唔到事發嘅經過。但係可以證實嘅係，事發嗰陣就只有死者同架跑車出現過，所以死者嘅死同架跑車一定有好大嘅關係。而出事嘅時間就應該係今朝嘅五點五十分左右。之但係死者係頭部受撞擊致死嘅，死者身高足足有六尺二。假若如果真係架跑車撞向死者，點解又淨係得佢個頭部受傷，但係喺佢身上又揾唔到其他受傷嘅痕跡咧？唯一嘅解釋就係架跑車係凌空咁樣撞到個死者。阿頭啊，嗰度好似平路嚟喎，就算識特技飛車都飛唔起架車啦。就算飛得起架車，都飛唔到六尺高喎。咁我哋又唔可以咁早下判斷嘅。喺呢個 moment， 我哋就當普通 hit and run 嘅 case 咁去做咯。聯絡到車主未？好彩 CCTV 影得清楚個車牌，我哋已經查到個車主係蕭家喜，蕭昌集團嘅 CEO 蕭公子。冇錯，我哋追蹤過附近一帶現場嘅 CCTV。追查到佢原來琴晚去咗尖東一間叫 DK Pub 嘅私人會所度玩，嗰間私人會所嘅代客泊車嘅職員仲證實咗佢琴晚一直玩到五點半，先至一個人揸翻架跑車離開。咁聯絡到蕭家熙未啊？聯絡咗，蕭家熙亦都承認咗當日係佢自己揸車嘅。我哋已經請咗佢盡快翻嚟協助調查。司馬 Sir， 蕭家熙嘅律師啱啱打電話嚟，佢話蕭家熙事務繁忙，如果要我哋請佢翻嚟協助調查嘅話，就要我哋派人上蕭昌集團度揾佢。唔係咁都唔肯嚟啊嘛？啲有錢人咁擺款。OK， 咁我哋就上去蕭昌集團嗰度參觀下啦。Why not？ 有邊個想陪我一齊去咧？唔係懷疑涉案嗰架跑車，又會就咁擺喺條街度嘅。本來有人想話俾我知，我咁坦蕩，我仲唔係無辜？但可惜今次遇到嘅對手係我司馬。
花咗。睇嚟呢位就係負責今次呢單交通意外調查嘅督察係嘛？你好，我叫司馬。呢位我哋調查到嘅警長楊明。我係蕭家熙哥哥，亦係佢嘅代表律師蕭家樂。多多時間。蕭大狀，聽講你打刑事好叻嘅喎，你敢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九陽，兩位啊，我哋嘅時間好寶貴嘅。既然我哋都肯同警方合作啦，希望你哋都合作啲，無謂嘅客套説話咧可以慳翻嘅。呢邊啊，唔介意問都無謂問題啊，你哋公司有停車場㗎？哇，幾百萬嘅車擺喺條街度，驚俾人刮花嘅咩？因為一間我要出車，擺路方便啲嘛。誒，花咗喎，我唔係好明白你講咩喎。Anyway， 你哋得翻半個鐘頭嘅時間，你哋想繼續喺度傾人偈啊？定係想我當事人協助調查呢？咁既然都仲有半個鐘頭時間咯，不如一陣坐低慢慢傾啦。After you, after me。兩位 Sir， 咖啡冇曬啦，茶啱嘛？啱。Thank you。兩位唔係又錄音啊嘛？我哋係熱心嘅良好市民，好樂意配合警方嘅，你隨便錄啦。蕭家熙先生，10月18日嘅清晨6:15，超榮街有 CCTV 影到你當時揸住個紫色嘅超級跑車經過。請問你有冇見過呢個男人？冇印象。但係 CCTV 影到呢個男人出現嘅地方，不足20秒之後你就揸車經過，當時條街冇其他人，你冇理由一啲印象都冇嘅。真係冇。麻煩你諗清楚啲。呢位阿 Sir 啊，我唔該你搞清楚，我當事人係咁啱經過意外現場嘅啫。佢而家係幫緊你哋警方做調查，佢唔係嫌疑犯啊。但係你頭先提問嘅語氣，我有理由相信係喺毫無理據之下，企圖指控我當事人 hit and run。蕭律師，我諗你敏感咗少少啦。我哋警方做嘢係唔會冇憑冇據。蕭公子，我查到你喺10月17日晚喺一間叫 DK Pub 嘅私人會所度玩通宵，直至到第二朝。即係10月18日嘅清晨5:50左右先開架車走。係啊，我細佬又去玩啦。So what？ DK Pub 係傳聞中嘅名人私竇，通常去到嗰度玩，多數都開餐嘅。咁阿 Sir 定緊咩 Sir 啊 ？Anyway， 我唔該你用詞小心啲。咩叫開餐啊？我已經好小心啦，我只不過話傳聞同埋通常啫嘛。Anyway， 咁既然蕭公子係一位咁熱心嘅良好市民，應該都會好樂意繼續同我哋警方合作，跟我哋翻去驗毒。你懷疑我當事人吸毒啊？你知唔知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指控嚟嘅？咁都算指控 ？Of course， 我哋只不過係循例咁做啫。咁既然蕭公子你係冇藥後駕駛嘅，應該都冇乜問題啊。仲有，蕭公子你架車因為喺案發現場度出現過，所以循例我哋都要將你架車拖翻去購車中心嗰度做一個詳細嘅檢查。冇乜問題嘅話，兩日後會歸還翻俾你噶啦。咁既然你都冇撞到人，應該都冇乜問題噶。咁啊，都冇撞到人，睇冇問題啦。放之我哋咁多車代步，你拖咗一步更加唔係問題啦。不過咧，我當事人半個鐘頭之後要去上海開會，驗毒嘅事我諗要2日後先幫到兩位。放心啦，我會陪埋我當事人一齊嚟揾你哋嘅。即係咁話，咁轉頭我揾人拖走你哋嘅超級跑車，我轉頭叫司機落嚟等你哋。兩位識路啊 ？OK， 唔錯啊。兩日之後乜毒都驗唔到啦。不過好彩仲有架車揸手，佢個大佬律師咁淡定，架車肯定俾佢徹底咁洗乾淨啦。咁仲拖嚟做咩啊？呢啲叫輸人輸陣，跌落地下都攬翻扎衫啊 ！Stupid！ 搞咩啊你？抹地揾清潔阿姐咪得咯。唔使啦，我咁得閒，等我搞。曬命啊你！楊明啊，你近排有咩 case 跟唔切㗎？等我幫你。咁有良心？不過話時話，自從上次打風嗰日，你同阿司馬 Sir 出完勤之後咧，佢就好似乜都唔。
谓嘢啦，不如谂下有咩 case 我可以帮到你。咁啊 ，Nicky， 我咪跟紧超荣街嗰个离奇撞头事件嘅。阿司马 Sir 就想我破解一下呢一单案，但我手头上就有两单跟紧，我边有咁多时间谂啊？不如我就将呢个任务交俾你啦。好，交俾我。一语咁话，我一阵又同阿司马 Sir 单声啊。唔该晒，有咩 ？Thank you。心啲，仲有好多嘢要做。喂，阿黄生，你颈渴你出声啊嘛？你又话好易养包养唔死嘅，你搞啲咩头晕身咧？我点同人哋交代啊 ？Come in， 系咩事咧？人明叫我 study 完萧家熙嗰单 case， 入嚟同你研究下。Please take a seat。我肠胃有啲唔系咁好，我企下得噶，请。我睇晒所有资料噶啦，我谂呢单 hit and run 嘅 case 可能纯粹系意外。我尝试假设过当时事发嘅经过，会唔会系因为嗰架车撞到一啲嘅杂物，然之后飞向咗冯世川，令到佢头部受伤？但系佢嘅伤口损毁程度唔似。于是我又谂啦，会唔会系因为佢要踎低绑鞋带，所以先至俾架车撞到佢头咧？但原来佢就烂窿鞋，冇鞋带嘅。你冲入嚟咁急，就系同我讲呢啲咁 minor 嘅嘢？我谂住我有啲乜嘢嘅意见，咁都入嚟同你一齐，大家一齐 brainstorm 一下。系是，不过我而家有啲肚饿，我 brainstorm 唔到啊。OK， 咁一系我哋一齐去 canteen 度一路谂一路食，咁样好冇？正如头先所讲，我肠胃有啲唔系咁好，我都系食唔到嘢。OK， 你自己去 brainstorm 下。见到都咁失魂嘅，唔得，今晚即系揾个人同我中和一下先。佩中，我突然间好想见你，我而家就过嚟。我就出门口啦。等我啊，五分钟就到。真系过咗嚟噶，我都话约咗人。无论你约咗边个都好，你同我推咗佢，因为今晚我真系好需要你。佩中，呢位系司马，我爹哋妈咪。你好，西伯你好 ，Nice to meet you。佩中咧经常喺我哋面前睇你噶，系咩？系啊。你今晚系咪同我哋去个 charity ball 啊 ？Charity ball。点解车喺度？点解唔可以喺度嘅？Hello， 阿尼阿哥。哦，原来第二家嚟嘅。唔好意思啊，令大家等咁耐。唔紧要。咦，阿当啊，你就系揸住啲卡拒绝外父外母型嘅跑车啊？咁你叫我哋坐喺边先啊？我 call 咗阿司机接你哋。诶，到啦。咁就最好啦。阿哥阿弟，上车啦。你谂住揸电单车定同我哋一齐坐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叫阿当，赵公子啊嘛。著名慈善家、企業家、酒店大王，香港冇乜邊個唔識得你。你係？佢係我同事司馬。哦，阿 Pearl 成日讚你係佢工作上嘅最好拍檔，係嘛？喂，今晚嘅慈善晚會，你都有興趣去？有。不過同阿佩中今晚有啲好緊要嘅事，應該陪唔到你去。Sorry 啊，唔紧要啦，我今晚陪你爹哋妈咪去。Thank you。
喂，讲嘢。司马 Sir 啊，我俾个谜语你猜啊。讲啦。有一个 van 仔撞咗有两个男人，有一个下巴有须嘅，有一个块面有粒大粒麦，你估边个先系肇事司机咧？胡须嗰个。吓？上次明明你好肯定话系大粒麦噶，做咩而家又转态啊？你咁样打得嚟啊？即系话上次你已经估啱咗，所以先打电话嚟串我啫。呢啲唔系叫识转态，呢叫识转博。一个字矛盾，两个字矛盾王。DNA 咧？吓 ？DNA 都未验，你就打电话嚟串我，就一个胡须佬啊，改口供嘅时间啊，我话你听，你系真系冇佢符啊。系，我即刻去搞啊。嗯，仲有啊。啊，仲有咩啊？呢啲唔系叫谜语，我唔该你下次打电话嚟嗰阵时候开场白，唔好咁老土，系咁。剛才說散了的，這麼快這麼有方責任，還加上你做事，看來你的腦子應該完全好了吧。不行，不是有你而已，你連酒店大王連爹地媽咪都不理，走來陪我這個這麼寂寞的男人，你真是我的離底縣，沒錯，你不行。但我不想做你離底縣，我想做你女人。現在不是嗎？某程度上，我同阿当爷跑三个月肚。某程度上，即系点啊？因为我同佢喺埋一齐嗰阵，我个心就挂住你。好正常啊。你觉得阿当点啊？有钱人嚟讲，唔算黑人憎啊。寻日佢突然间同我求婚。你觉得我应该 say yes 吗？呢个问题你唔应该问我，应该问你爹哋妈咪噶。佢哋意见根本唔重要，因为唯一可以拒绝嘅系你。Yes or no？ 喂，系。我唔记得咗化验所要听朝先开工，暂时验唔到 DNA。其实我仲有咩漏啫？讲嚟听下啦。哦，得，我而家即刻过嚟帮你收，你唔好行开。呢个问题太复杂，俾少少时间我，下次先答你。哇，搞咩啊你哋？个个都咁中意抹地嘅。咩你哋啊？你几时见到有第二个人啊？咁系啊嘛，上次姚英又系咁，而家你又系咁。佢还佢，我还我，唔好将我哋两个摆埋一齐嚟讲啊！都唔知佢得罪咗你啲咩？你成日针对住佢嘅咩？你知唔知你咁样啊？我好难做噶。有几难为你啊？其他嘢我唔讲啊。你知唔知人手上边我有几难调配啊？你知道我哋而家 AI 近排几忙噶啦，个个都两三单 case 跟紧。本来烧鸡稀单 case 我就谂住交俾瑶瑶去帮你一起跟嘅啦。点知你哋两个而家又玩排斥，咁点啊？你叫我点做啊？咁好似几难为你话，但系调配人手嘅嘢几时轮到你做咧吓？我系你阿 Sir， 应该系我做噶嘛。咁我见你近排啲状态麻麻地，咁咪你状态系麻麻地，我都系帮你揸下主意啫，点啫？我仲有胡须佬单手尾要跟，我同瑶瑶讲咗噶啦，佢晏啲会同你开会，继续跟埋烧鸡稀单 case 啲 paperwork 先。你同瑶瑶讲，我唔得闲，你叫佢自己去啦吓。阿 Sir， 我揾你啊，我啱啱谂啲新嘢，不如我哋一齐去 brainstorm 一下咯。又 storm 啊？我唔得闲啊，我要陪阿杨明去听呢个人类怪异行为学嘅 talk。我要听 talk。你要听 talk？ 系呢个讲呢个 weird psychology of human behavior 系为佢而度身订做嘅吓。我几时话要听呢个 talk 啊？嚟，佢啱啱先至话要去听嘅，而家又话唔去听，咁呢啲咪 weird 咯吓 ？weird behavior， 阿 Sir， 我觉得你嘅行为怪异好多咯。唔系啊，你真系需要听噶，你去啊。呢个都教授系我大学时候嘅 professor 嚟，佢好坚噶。而家你阿 Sir， 我肯陪你出去学嘢，你执到啦。嗱，我俾两个钟头时间你，嗱嗱声搞埋啲审美陪我一齐出发，仲望喎 ？weird。逼完我听托，仲要逼我排队攞签名。最怪异嘅人类行为咪就系呢啲咯。都话刀教授系我以前嘅 professor， 你听完个托你就走，你任家教啊！攞埋签名先啊嘛。
阿頭先阿刀教授話咧，社會上邊有一種人，不受控咁強人所難，不理別人感受咁控制別人，只會將自己想得到嘅嘢強加於別人身上。呢一種怪異嘅行為，其實係同瘋狂、變態差一線。哎呀，真係越睇你越似。真係好似咩？教授係話有一種反社會嘅人，只要聽到一啲唔啱聽嘅説話，就會作出強烈嘅反應，失去理智，向對方作出強烈嘅反抗同埋攻擊。你想唔想試下？唔使，係嘛？簽名先。好，簽名。刀教授你好。你好。刀教授。司馬，哇！最中意走堂嘅一個。That's me。哎呀，我好耐冇見過你啦。等我簽埋嗰幾個咧，一陣間同你傾偈。Sure, take your time。乜？原來你去咗當差，我真係估唔到啊！係一個咁冇紀律嘅人，走去做一份最需要紀律嘅工喎，冇乜人估到嘅。人類咧好多時咧都係活喺矛盾中，但係咁有時咧係好事嚟嘅，有時反其道而行，唔會墨守成規，反而會睇到別人睇唔到嘅盲點，將不可能變成可能。聽到未啊？我都話我個刀教授係我最尊敬嘅 professor， 佢句句鏗鏘，字字珠玑。You're the best。啊，教授啊，我想問一下咧，一個人原本好理性同心思細密嘅，但係點解佢突然間會做出一啲好反常嘅嘢嘅咧？就例如佢突然間會變得好唔冷靜啊，情緒會好容易失控啊，情緒波動好大啊，無端端針對。嚟，刀教授，其實佢係我其中一個好無聊嘅下屬，佢問啲問題好 boring。No boring， 唔無聊。佢講嘅情況咧。是絕對有得解釋，在人類行為學上面是仲係係好 common。 是在正常的情況之下，人類的行為都是理性而自私的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為出發點，但是人類會為了一樣東西做出一連串很怪異的行為，他們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、自由甚至生命都在所不惜。那是為了什麼？愛最大的殺傷力就是戀愛。謎底已經解開了。你找到你值得愛的人嗎？千萬不要聽他亂說， so naive。 人的心理就很奇怪的，越抗拒反彈力只會越大。 Open your mind。今日咧係講住咁多先啦嚇，嗱得閒咧你多啲嚟探下我咯嚇，拜拜啦嚇，拜拜 ，very open mind。喂，人少少認咗佢啦。喂，雖然你收得好慢冇人知，但你瞞得過我咩？你係咪同拖塔可拍緊拖啫？仲要係熱戀嗰只？啊，都話唔係啦，咁八卦做咩？你睇你個樣成個八婆咁，應該叫我刀教授我捉你研究所有研究啦。Open your mind。化驗所的 report 已經出了，他們說 check 到蕭家熙的跑車的車底和泵把驗有血跡，不過血跡的 DNA 已經被漂白水破壞了，所以證實不到血跡是不是屬於馮世川。我看完所有file，由於現場曾經落過雨，所以所有他眼之類的表面證供全部冇曬。不過我今朝去過案發現場，我發現咗一個好有可能是破案關鍵的位置。在現場那裡有一條長80米的石博，在石博的開端這裡有一個由20至45度的傾斜位置，就好像一個斜台。由於當時剛剛打完風，在對面大廈吹了一塊帆布下來遮了這個石博，所以搜證的同事發覺不到這個位置。我已經知道當時的車禍是怎樣發生，當時這一個跑車以一個很高速的狀態撞在這個斜博上，由於衝力的關係將整架跑車炒去半空，之後下回來就撞到這個人，就是這樣就可以解釋到為何馮世川的傷勢會這麼奇怪，只是頭骨爆裂。 Make sense， 不過要炒到6尺高未必做得到的吧。要證明這個假設成不成立，我想要找蕭家熙的跑車回來做一次案件重演的實驗。怎樣，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可以開始了。喂，你是不是真的想清楚的？雖然個實驗係我提出啫，但如果架車炒咗，我哋點賠得起啊？不如我哋等上頭正式批咗，我哋先至再做啊！等得上頭批嚟，即要等蕭公子同意。就算佢肯，你嗰個古惑大狀肯掹仔啦。放心，上次架車炒咗都係凹咗少少，我司馬仲賠得起喎。我知道你賠得起，但係如果實驗失敗咧，成架車爛曬，到時又做唔到舉證，咁點同 Madam 交代啊？唔知萬大事有我一個人孭飛。大不了未引救時啫 ，so what？ 但係咧，你諗下，
你知唔知道黄生死得咁不明不白？我哋连为一份工，咁我哋都唔搏，你对唔对得住佢？冇谂咁多，为止。 做咩嚟？萧大壮，识揾到嚟呢度都几神通广大啊！有冇兴趣试车？试车定攞部车嚟交飞啊？你几多钱人工一个月啊？你连四条拎都买唔起。萧大壮，You gotta be kidding me！我份人最憎讲笑，我已经同上头申请咗，我攞翻部车啦，文件都批咗。咩话？司马 Sir 又会咁顺摊就咁俾我拎走架车嘅？一啲都唔似佢喎。 咁事實上係我哋先斬後奏，唔啱在先啊嘛。司馬 Sir 今次嘅大膽咗啲嘅，就算俾佢做到個實驗又點啊？喂，架車咁貴，如果撞爛咗人哋㗎，點賠啊？你講嘅嘢，司馬 Sir 已經考慮過㗎啦。鬼叫架車咁罕有，全香港得兩部咩？佢為咗要揾出個真相，佢金鋪真係搏到盡。佢仲話如果今次嘅實驗唔成功，佢就會引咎辭職添。引咎辭職？你唔係信啊嘛？你唔好睇佢平時外表咁 open， 其實佢內裏有好失份嘅，佢有陣時做埋晒啲嘢咧，係我哋正常人諗唔到嘅。自閉啊，今次俾個預著蕭家樂呢個出曬名嘅古惑大狀啊，搏都冇得俾佢搏咧。無私顯見私，呢條友啊咁急要攞翻架車，一定係身有事啊！個實驗做唔成咧，咁呢個推論咪證實唔到咯，即係戥你唔抵啊！就算嗰有錢仔真係撞死咗人啊，我哋今次要眼白白睇住司徒化，我覺得真係好冇天理咯。咪係咯，除非咩啫？你唔好次次講啲唔講啲啦。係啦，阿頭，你講啦，你講啊。 除非我哋揾到另外嗰架跑車翻嚟做實驗，以我所知，無論性能、型號同埋出產年份，都係同蕭家熙嗰日一模一樣。如果我哋揾到嗰架車翻嚟做實驗，出嚟嗰個 result， 我有信心法庭一定會接受。咁你有冇試過揾啊？係咯，其實另一架跑車係邊個咧？我知嗱，本集先啱有講啊，城中名人趙公子，睇下，嗰架跑車一樣啊，原來就係佢，那個二世祖啊嘛。 佢隔離嗰咪肺炎，數到Doctor Ho。係喎，Doctor Ho平時咁酷，原來趙公子嘅男朋友仲要就快結婚，真係唔聲唔聲嚇你哋一驚啊！如果個 Doctor Ho 同個趙公子關係咁好，點解我哋唔問下 Doctor Ho 叫佢問下趙公子試下借架車嚟做實驗咧？傻嘅咩？幾百萬啊！如果架車 total loss 咁點啊 ？Doctor Ho 肯嘅話，個趙公子都唔肯啦，係咪啊？天真。咁又好難講嘅，話唔定司馬 Sir 有辦法咧。 我都冇問你嘢，你做乜答嘴？咁你又錯唔晒嘅，咁賤格嘅你都講得出嘅 ，brother。 唔係你上次俾錯個 break 我，份 report 去做3日俾你。咁如果一次過搞掂嘅話？ 想招嚟幾次咯？上次你問我個問題，我有答案。個答案係 yes。Yes。我好忙㗎，下次再傾。我睇得出個酒店大王好中意你，所以你應該答 yes。我知道我根本就比唔上佢。 我講嘅唔係喺物質上面，因為我知道你根本就唔會 care。但係我知道嘅就係佢比我更加愛你，你同佢一齊先至會有真正嘅幸福。我唔想見到你，你走。 酒店大王咁中意你，你估佢肯唔肯送架跑车俾你咧？我好想要个跑车。真系唔好意思啊，我已经话啦开个会，但系两位 Sir 话有紧要事。即刻开大超声。上面仲有着灯，唔该你。两位有咩紧要事？我有条片，相信你好有兴趣想睇，唔迷咗你好耐嘅，三几分钟。你唔介意嘅话，可以叫埋佢哋一齐睇嘅。
大妹，系。虽然萧大壮已经喺扣留中心攞翻你架车，但系原来全香港唔系净系得萧山你有呢部咁罕有嘅跑车，仲有一位先生都有一部同你同型号、同年份、同颜色，几乎系一模一样嘅。我哋都好感激呢位先生肯无条件借架车出嚟俾我哋，我哋就按咗车祸现场嘅设置做咗个实验。就是这样撞到前面准备行神运的冯世川先生，他就是这样被你撞死的。萧生，看完你条片之后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？你两个在做什么？你两个身为警察知法犯法，你知不知道可以告你们擅闯私人地方滥用职权的？萧大壮，我想你搞错了，我们得到萧生的同意才敢做。你是不是傻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我未来之前你不要给他们人来嘛，你不用跟他们客气的。够了哥，好辛苦，我不想再隐瞒，撞死人那个是我。集团